今天我回家好，看到这个豌豆，哎呦，可以吃了咯。这个绿豆也可以吃了咯，拿来炒菜、做沙拉，几新鲜就好吃嘞。哎，每一朵花哦，都会结成果实的嘞。咦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CD 吗？闪闪的，吓走鸟，鸟站在这边吃我的蔬菜，几朵花嘞。还有哦，这些蔬菜在冬天都会死光光。除了这个葱啦，这个 chives 啦，明年春天还会生长起来的。咦，你这里还有种了什么东西？黄瓜咯，你看开了这么多花，不久就有黄瓜吃了咯。你看，已经有个小黄瓜了。哇，你这样厉害嘞！种这么多菜，哎呀，哪里有，很深难得啦。一个月半前种子丢下去，现在就长大了，什么工都不用做，你也试试看嘞。